没人呢。还没发生什么？我操！我在的时候没见过。哈哈哈哈哈！只要来守的第一个门就卷球去了。你看你让小李守门，你们就进球了吗？我操！这说说说明啥？说明教授守得好。我们教授还守得还不够呀。这力所能及的事。
无所谓了，压力也不大。行，我操，今天这个，我操，小总监。